1.2 kilometer.找高高的地方，那个滑翔很爽。 有时候这样跑的时候，就顺便 chase 这个 deer， 然后他能 chase 到他就杀他，撞他，<笑>啊，没了，看不到他了，他就在你后面跑出来了，<笑> oh shit。 OK， 这个地方呢，你要如果是碰那个紫色的 chest， you need to collect four different cards， 四个那个像 credit card 一样的东西 key card， 你才可以开那个紫色的箱子。对啊，我拿到一个。哦，Yeah， you need three more。 哦，你看这个很爽，这样飞。对啊。Oh shit， 我 fuck， 干嘛了？小鸭。 你能不能救我？呀，可以啊，在哪里？哦哦 ，adrenaline， 我没有 adrenaline shot， 我跌下来死了。那个 S 那个，来了，我已经快。我不知道为什么，他那个我在飞翔的时候怎么不让我飞翔？来了，没事。还是我不哦，可能碰到了。 你有 adrenaline shot 是不是？ 我不知道有没有用哎 ，I don't know， 我反正就救了，我带了40个吧，而且我可以自己做，所以我没差。不是，我是说，你是不是有带身上那个 adrenaline shot？ adrenaline 我不知道哎，你看一下你。我要看一下。0.6。 他的 weapon chest 就是给，也没有说给什么，就是有给一些东西啊，但是不一定是给枪，那个 weapon， 因为我们现在还其实还是在 beginners area， 所以对啊，对，所以不是说，今天又看到一个 YouTube video， 那个人也是在讲，他说六个礼拜太短了，他说你看看，他说他只是玩花了好像50个小时玩还是六十。 他说他还是在 Area One， 他说他要欧洲小镇那边的话，他要多少个小时啊？而且他说他还是每天在玩 game 的，他的 job 就是玩 game 在 YouTube 上面，所以他说那其他人怎么玩？对啊，像我这样玩一玩，我就要停几天。对啊，他说等你回来的时候，你的人已经被 wipe 了，everything 都被 wipe 了。他说这样 就会有人要玩。那东西呢？东西一部分你带在身上可以保留，其他都被 wipe 掉。Blueprint 会保留。 然后你的，哇，那我身上那全部的东西就没了，我那个 chest 里面东西都没了 ，chest 东西没有，身上东西还会有 ，chest 东西也没了 ，chest 都通通没有，房子也没了，所以他们就讲说那个什么，但是官方网站已经有讲了啦，他说他们现在正在考虑这些事情，而且还有一点很重要，那个男的有讲对，他说你知道吗？6个礼拜，他说这些人能想得出新的 leak 吗？ 你看那个什么，像那个Path of Exile， sometimes 他们都要 push back， 因为他们的下一个那个 season 都来不及做完，你知道我的意思吗？对。所以说3个月都变4个月了，那请问他6个礼拜怎么又做完呢？他说 the quality of the season， 他说那是会怎么样子呢？是不是就做得很烂，出来凑数？那这样就没人玩啦，因为我6个礼拜我又被 wipe 掉了，然后你又做得这么烂。 就是要滑翔了。哦，没有了，就是这里。这是什么东西啊？你看到东西了没有？没有哎 ，nothing。
你有没有看到那个有一个像一个什么 blue 啊黄色这有那个完 cloudy 的？全没有，我只看到 number two 就是你，就是在 map 上面只看到 number two，什么颜不色是，都我没有。说不是 map，我说人在这里，我人人在在这里这个看地不方。到啊，你人在旁边吗？我现在就在 glide two，就已经快到岛上了，没有看到东西啊。我现在站的就是有一个像光环的这样的地方，没有没有。你应该看很久的地方就看到，你没看到？就是有点像雾这样子的，然后是蓝色跟红色这样子。没有。那这个地方呢？这边你有没有看到这样子的？有啊，我有看到红色、粉红色，那个是你就进去不同的 area 啦，就是它有分像一个 area 一个 area 嘛。OK，这个就是我所讲的，有个 statue，然后你是 pray，OK？哦，真的啊。对，然后它后面就有一个 chest，你 pray 完就可以拿那个 chest，但哦，是我第一次看到，现在就没办法，对，我就 OK，这个不能做。That sucks。它叫 Miracle Chase。把它写下来，看什么时候才能那个，看什么时候它才出现。这里风景很漂亮。它那个什么那个房子坐在那上面还不错哎。哦，就在这，走到岛上来了，哎，不错嘛，这风景漂亮，是旅游胜地了。哦，这个 view 好漂亮哦！哦，it's beautiful，佳琪，怪不得你选这个，不真的是很漂亮。因为你知道为什么吗？这样子的话，我们做，我们就是你那个搬的话，你看，sorry，佳琪，你的声音又没了。我说看美眉或是你们要搬的话就可以，这样要他们不愿意搬，我就这样子。我每次坐到哪里，我就 teleport 到，我就把它移到这边来，然后我们就可以用这些的东西嘛。真的很漂亮。你这个地方好漂亮哦！OK，然后你这边有做过吗？我这边我记不得哦，这个岛我也来过，没错。呀，这里我来过，这岛我来过。OK，我们要到另外一头，因为刚才那个这旁边的有没有？它也是一个捷径的地方。诶，现在没有了吗？哦，现在还有吗？它是绝境的，就想说是到另外一个世界嘛。你有没有进去打过去哪边打过？啊？就是这个结界的地方啊。没有，我不记得有没有来过这里，我看看哦。呀，我来过这里啊，呀，我来过这里，佳琪，呀。哎，你知道它下面还有一个更，就是你看地图上 South 还有更大的岛，上面又有一个那个 Rift 的什么 Anchor，那个可以，我们都还没有 activate，可以进去碰。哦，它是在另外一边呢，在我穿 South，过去，穿过去不会怎么样吧？我也不知道，这个 game 我自己都还在摸索，而且我这几天都没时间玩。还好啊，没有说什么跳，不，没有说跳的，让我们跳的不到什么 crazy 地方。Yeah，可以啊。它就是一个结界的地方。OK，哦，那个地方我去过了，那个 tower，对，我去过了，那边 mission 我做完，那边有个 mission。你去那边会碰到一个像，就是说你用 snap 你的 finger 的时候，你可以看到一个人，然后就可以跟他讲话什么，就可以拿到什么东是西。在上面吗？呀，在你对他很矮，你进入那个 tower，因为它中间不是已经破掉了吗？所以 you 没 cannot 有 go 啊。all the way up，so you can only go like maybe one third 的地方就会碰到一个人，就是你，但是你要 pick up 那个 mission。哇，上不去了，shit。对，要往这边走。啊，你的摩托车就可以叫出来的，是不是？呀，就跟叫马一样嘛，就一按一个按机，它就跳出来了，所以很方便。所以我叫你先拿这摩是托什么东车。西啊？I have no idea。也不能拿。呀，会不会是什么怪物留下来的？I don't know。It's weird。也许是一个。哦，它在上面，不是在下面。呀。接下来从下面看一下，这个是在跟打发的。这个游戏我喜欢的，就是它有那个 SCP 那种感觉，它就造成。而且你有没有觉得有点像 Secret World？当然它的 graphic 或它的 control 比 Secret World 好很多了。那 Secret World 有，
但是我听不见。我说 Secret World 已经又有东西出现了。哦，真的、啊？呀、yeah. ，你到底要跑去哪？你那边上不去。对啊，就是上不去啊，所以我回到这走回这边啊。这边好像可以上去啊。刚才我们过来的地方，你就应该上去了。Yeah, so yeah。我是看一下那个东西是什么。哦，现在反而是远路。不会啊。因为不知道这里面是什么状态，所以我就进来啊。你说进去 cave 里面吗？不是啊，他在那个就是叫我到那个 tower 去啊。哦，你已经 pick up 那个 mission 了。对。OK， 了解了。我不是 pick up 那个 mission， 他那个在我那个 list 上面。OK。哎，他怎么很 ting 啊？OK， 这是要我干什么 ？Search for lighthouse， search the lighthouse。他这个 tower 跟那个没有大同小异耶。对啊，跟我玩的那个叫什么东西大同小异。哦、oh, ，Lighthouse Keeper。跟那个 Generation Zero 啊。对对对。对，我进去我也有那种感觉。Bring the light to the passing ship. Bring the light to the darkness. What the hell？ 你要我做什么？要 select。你有没有 select the finger 什么的？还是你跟那个人在讲话A person nearby seems to be guarding here. Okay, 我走上去看一下。Yeah. 哎，哦，所以我 select the wrong thing. 他不给我东西。Weapon chest 的地方不知道在哪，我只记得。我家应该睡一下觉了，你的 life 一半都没了。我也是一半啊。我就是说你，我说你应该睡一下觉了。还有 insane 的 ，OK？ 我还有那个 insane 的那个药 ，handicap。
fuck！ 哦、oh, ，shit！ 我又忘记拿那个 Jenner 下。假药，我又叠伤了。对啊，然后你又 push heal， 对啊 ，life 就剩一半。哦，不行了。哎，在哪里啊？哦，看到了。我自己都摔伤了，为了救你两次，我自己都叠伤了。对，我忘记拿那个东西了。对啊，因为我一半。然后再 glide 的话，他有时候就不出来。你看我摔的 life 剩一点点的，第一次也是这样，第二次也是这样。哦，他会 glide 就突然间没有啊？不是，我 glide 之后我把它消失了，然后再 glide 的话他就不会出来，然后我就会摔伤。刚才上一次第一次救你的时候也是这样，现在第二次救也是这样。你看我 life 现在剩一点点。对啊，我刚才就是 glide 突然间就没有啊，就掉下来。我之前都不会啊。我是不会啦，但是最主要就是说。就是说，因为要救你，要不然的话我会 glide 到很远，所以我想说，就是在你的上方，我就 let it go。哦，我懂你意思了。对， let it go， 你要把它再叫出来的话，你好像它就是有两秒、三秒的 cooldown， 你才能再把它叫出来，你就会摔伤了。对啊，那就是要打转嘛，只有打转的方法了。对啊，你不用打转了，你不要再摔了就好了，还打转。然后带个针吧，连针都不带。不是，我不是不带，我忘记了。我再回去我说要拿，然后又出来忘记了。那个东西我从玩这个 game 到现在，我没有把它拿掉过。哦，这个就是我们上次来这边嘛，要找两个，我还要找两个那个，两个那个，我还再找一个 weapon case。哦。上次我们来这边嘛。哎，没有那个 case， 你记得 case 在哪里吗？我完全不记得，而且最后你要 complete 那个不是找他那个太太吗？哦，对对对，我进去我没办法 complete。对，然后 complete 了没有 ？complete 了，然后最后进去还有一个比较有点像 puzzle 那样子的，因为就是你要往那个房间走，它就像很奇怪那种奇异的空间，像那种 Twilight Zone 那样子。对对对，我就是进去我不知道怎么走，后来我就 give up 了。对，然后呢，欢欢就教我怎么走，你要往前面 room 走到多久？然后再往右边的 room 要走多久，然后要每次进去那个 room 就要看他的月历，他每往前面走就好像是月份不一样。对，他那个一直走，他是1月30号到1号嘛，我都走了、啊。对啊。你还记得怎么走吗？完全不记得。好像他就是要照那个日期，他有给你个日期，然后呢你就是往前面走，就比如说就像一个 coordination 一样 ，X and Y， 你就往前面走是几月，然后右边走是几号。然后就跟他那个九月十几号 match 还是什么的，然后就可以了，就过了。所以不记得什么时候？我不记得，完全你因为我不记得那个日期了，你要过去看那个日期。欢欢也没有 complete， 妹妹也没有 complete， 对我们四个都没有 complete。他有一些的话，你可以再重新再拿，他就可以 complete 了。哦，是哦。呀、yeah ，因为刚才那个 church 也是，我也是 church 这样搞起来的。最后才问你，你还记不记得？记得的话，我就从那边再拿一次就可以了。呀、yeah ，不记得。Oh my god， 找死！一直在我前面混。这些样子，如果晚上真的看到这种东西，真的会吓昏，很奇怪。假如说有用那个什么那个 world 的状态的话，对啊，用这个就是那个 VR 进这个 world， 你知道吗？就是那种完全进来这种状态的话 ，My God， 这个有些 game 根本没有人会玩了，太恐怖了。被吓到，我都不大敢玩了，因为很多 VR game 我都不大敢玩。我现在都有，像我买那个 Resident Evil 7还是什么，我都现在都不敢玩，已经买了几年了。Six 哦，啊 Seven， 对，好像 Seven 是、不重要。But anyway， 我到几年它是 VR 的嘛，我到现在不敢玩，已经买了。你那个 VR 是 PC 的吗？两个我都有。
那很多游戏就先买了 PS4 的，然后呢，后来 PC 出来我又买了 PS 的，啊，没有 PC 的。Oh my god! How you are mute? In mute.吓我一跳！妈的，原来是……哎，不过你脸上你说像 Chucky， 我觉得不像。但是我说你脸上那个 tattoo， 还是你涂上去那个迷彩，对不对？我觉得很有 style， 很酷。对，因为玩了这么多 game， 这是第一次我看到是这样子，所以我就选。一样，我觉得蛮有个性的。而且很适合就是这个世界这样子，因为这个世界有很多人就有点像那种，就是那种 punk 啊，或者是另外那个什么啊，那个 Mel Gibson 演那个电影，很久很久很年轻演的，在那个大沙漠里面，就是世界末日这种。哦、oh, ，Mad Max。哎，对对对对 ，Mad Max。哎，对，那个 Mad Max 有新的，你知道吧？呀、yeah, ，我知道啊。Oh shit! Oh no! 哦、oh, ，我想起来了，我知道那个配在哪里了。Oh shit! 那你等我。哎，你觉得这个 baseball bat 会比较好用吗？还是 baseball 比较好用？哦，真的、啊。OK， 反正我也是拿。因为那个枪弄了半天，他要射好几枪，然后那个……我说那个刀呢？开山刀的那一把。一样啊，都是一样啊，就是砍两下、三下就好了。那 compare to baseball bat 呢？我还是比较喜欢因为 baseball bat， 因为我用了好，那 baseball 用了很久，好几那个。开山刀我是 reserve 它，我就没有再用它，因为它那个是捡来的嘛。你用坏掉不能修啊。佳琪你怎么过去的？我是不是要过去你那边？没有，我在找，还没找到。我现在想起来在哪里，但是那个 location 还没有找到。你知道这个医院里面最恐怖的是什么吗，佳琪？啊？这个医院最恐怖的是那个 nurse。我觉得那个 nurse 有点像那个 movie 那个什么恐怖电影的那个里面的 nurse， 我觉得还好。哦啊、那个我知道你讲 Silent Hill， 对 Silent Hill 里面那个护士就是这样子。对，但是我觉得还好哎、欸。哎、欸、哎、欸，是 scary， 但是没有说什么特别 scary。你不要忘了 snap 你的 finger， 这样可以看到很多 chest 在附近，它会变粉红色的光。哎、欸，我找到一个哦，不是，它只是 supply emergency 的那个 kit， 在楼下。操，那声音好恐怖哦！你知道他在那边，但是你没有看到他。That's scary。谁？就是你听到有些怪物的在旁边的声音啊，但是你看不到他在哪个地方啊。也许他有时候在外面。他有时候 behind the wall， 你知道吗？对。哎，我这边有捡到很多，就是开了。而且那个 nurse 他跑的速度比较快。对啊，而且跑的样子就很畸形，干，很恐怖。哦，那个 vending machine 可以拿到 orange juice 哦。哦。哎，这可以看得到吗？呀、yeah, ，没错，就是在哪里？就是，等一下，哦，来我这边 ，second floor。OK， 但是我先看你在哪个 direction。哦 ，second floor 好多 chest 哦，等一下我看不到你人。哦，我知道了 ，OK， 我来了，等我一下，我看那个小 radar 上面。就是走出去那个 balcony， 然后再绕过去进去那个房间嘛。呀呀，我就在你旁边，等一下。那个表肯定破洞在哪裡？哦，不是，哦，这是 no， 这是 gearbox。Yeah。呀，这是 gear， 哦，可以，也 complete 了 ，OK。Oh shit， 你不要走开，佳琪，你不要走开。我没有走开，我现在出来啊，我拿得到了、啊。我先试试看啊。但是你走开，我就不知道那个 chest 在哪里了。不是你到那个 staircase 边来啊。对，我被堵住了。另外一边走到另外一边的 staircase。
那我被堵住，我过啊，我看看我可以过去。哦，我过去了，我现在走到你那边去了，等我一下。哎，你在哪里啊？我跟你现在重叠啦。你是在楼上还是在二楼？二楼，我跟你讲，二楼，你在三楼。OK， 我下来了。OK， 这边啊，记得吗？走到底。The balcony， 然后呢？走到底啊，往前走到底，另外一个方向。Make a right， 来来。哦、oh, ，像你讲的，过了二十小时再重新拿一次就可以了。对，了解了。OK， find the emergency mat。哦、oh, find the key 啊 yeah, ，OK， complete 了 ，OK， 那我跟他们讲一声，我就知道了。欢欢跟北北上来的时候，我就跟他们讲一声，就在这边 ，OK。然后现在就是那个东西啊 ，OK， 就是直升机坠毁的地方 ，OK， I get it。是那个你们那个做完了那个什么这、那个那个我还没有做啊，然后你又不是。Don't wait. OK， 那个女孩子在哪里？小姐，你声音又变小了。我说、啊、那个女孩子在哪里？哦，在另外一个 building， 我想起来了，另外一个 building。哎，又找到一个 chest。哦，我 choke 那个 bitch。那个 nurse， 我从她后面，然后 choke 她。对，是要走出去，在那个地方。哎，不对吧？不是这里，不是这里。是，对，但是是在 nurse 这地方。我也拿到苹果衣服。好、啊，又杀了一遍。因为我们这个是 beginning area， 所以都很简单的，以后可能就真的要用枪了。对啊，现在还好。哎，是这里，但是这里。走到那个 border 咧，不知道走到更难的 area 会不会被干掉？马上，这个 hospital 就在北边，就是前面有一条路可以进去下一个 area 了。哈哈，哎呀，白痴 ，follow 的那个地方就好了。哦、oh, ，by the way， 那很多那个 parts 有没有？你是可以、okay. 很多那个 parts 是后面可以用得到的。Yeah. 我觉得。Get down here. 哎、欸，他现在叫我去哪里？哦，在上哦，二楼。OK， 我记得在一楼啊，怎么会到二楼去呢？真的在二楼。Dear Paul, so much is about escaping us from prison noise. Yeah, emergency medicine. 那个不知道。就知道那走不进去，就等于白进去了。哦，看样子要找 YouTube 了。哦，我去，我去。
去，我想跑到那个很难的 area 看看怎么情况。在我的背后，所以哦，等一下，你去那边的话，你会东，你死掉会有掉遗失东西哦。对，好像一部分东西。对，所以那个你尽量空的，然后砍那个木头有没有？他拿走你木头。我上次死了，他就拿走我木头。哦，还要经过一个 tunnel。欢欢在干嘛？欢欢好像已经睡着了，怎么了？哦，他睡不够，他今天早上七八点才睡，十一点就起来了。然后美美也是，美美刚才我下的时候，她有问我，她说要不要跟他们一起跟我们玩？我说你们太累了。我说我爸爸很欢迎你们一起，但是就是说你们太累，欢欢已经一直在打瞌睡了。他现在睡着没有？我不知道，但是好像没听到他在那边叫，所以我搞不好都睡着了。他昨天也是啊，他说医院一回来他就马上就上去就睡觉，因为睡到很晚才回去。What is this？ 你现在在干嘛？我现在就是在看那个 tunnel 那边啊。因为我不知道你在干嘛，所以我就不是，我就是要去那个，不是那个什么 nurse 那个地方吗？你讲的啊？哦，就是你在做那个 mission， 他找到对，我没办法，我没有你讲说那个号码什么东西，我没办法做啊。哦，对，可是找不到那个号码，我就没办法做了嘛。没有，你是进去之后你要看月历上那个是几月几号，然后你要进去哪一个 room 就可以到几月几号。哎，这个很好，蛮好看的。对啊，就是这样。只要你进去之后，我就可以跟你讲，你往前走，你就会看这个月历，比如说是一月，在下个房间就是二月，你就走到九，试试看吧。你就走到九月，然后呢，你就不要再往前走喽，你就开始往右边房间走了。进去之后，就比如说是一号、二号、三号这样子。因为他那个房子，他那个每过一个，他左边、右边，他那个就是那个。Dates 啊，不一那个 dates 不一样。对对，就是你就是要就好像开锁一样，没错。你往前面走就是月份，往右边走就是日期一样。OK， 再看月历是不是？对，看月历，现在是不是月份不一样？22号。你再往前走。哇，那要跑，那不是要跑？呀，反正他刚刚讲是12月15号是你 discharge 的 day， 不是 September。September 十五号，对，我记得是9月15号。好，你就等一下，我再看一遍。对你，那你就要把日期调到9月15号，你就在那个房间一直先调一个 direction 走到月份对了，然后再另外一个 direction 走到日期对了。是，他不跳出来了。下来发，九月十，我记得是九月十五号吗？他这个是往下，一直往下走啊。你就是对，你你就是把它 figure out， 他反正就是你要凑成那个日期就对了。OK， 十二月 ，OK， 就十二月这个房间呢？十一月 ，OK， 一样。你就是反正就是要找到那个你可以 discharge 那个 date， 然后你再去打那个电话。十一月。是我们十一月呢？哦，往这边走，应该是十月，应该是十月，不要十月 ，OK， 下一个是九月。啊，这有点像那个《Shining》还是什么样的那个恐怖电影，有没有？一个 wheelchair 的，记得吗 ？OK， 现在九月，这是16、17，这应该是哦，不对，14。应该是哦，17 ，OK， 这个16、17 ，OK， 9月15号，然后呢 ？Pick up the phone， use the phone。他说 ：“Hello， this is the nurse station. This is patient bed 27. Your test result have returned. You are not ready to go home. Please wait a minute.”
OK， 然后 wheelchair interactive， OK， 哦、oh, ，wheelchair 就是出来。因为我都没有在 read 他那东西，我就 skip 四个圈。OK， 哎、欸，这个还是 level 3的。哦、oh, ，bring the medicine to Paul。对，你现在就要回去那个 lumber 那个，你知道吗？那个 lumber 的那个，哦，就在我这里。对，我知道那个地方，我还记得。对对，刚好我就跑过来，你就往我的 direction 跑，我就站在那个门口，笑死了，这么巧。它是有点 creepy creepy 那样子的感觉，就变成 horror。它这个就是那个叫什么，像 SCP 那样子嘛，什么 Secure Contain and Protect SCP 那个 Secret File 里面那些生物跟 Case， 它就故意做成这样。欸、这边有个骷髅头 ，What's going on？ 哎、欸，哦，刚才我按那个 Attack， 然后是枪，然后就骷髅头出来。哦哦哦哦，我还以为有人需要帮助了。其实我不想。有点 glitch。那个什么，我本来想就带我那个 bag 跟那个，但是不让我拿走那个，就是拿两个 weapon， 一定要三个 weapon。Your wife dead。哇，你来不及了。谁啊？说你来不及了。我也不知道哎、欸，你 level 13了，我看到。你看我的名字旁边是几号？你告诉我一下。看不到哦。哦，你也13，但是你好像，你按 I 嘛，你按 I， 然后在那个 top right left corner 就告诉你。哦，对 ，level 13，那我跟你一样。对，然后我刚刚 level 13是86 of 2740。哦，那我快 level 14了。Yeah, 哦，你快结束了。对，我差六分之一，就14了。这个、衣服哦，你那个 insanity， 你的 insanity 很低哦，很高哦。Yeah， 我说我这个衣服刚刚在那个 battle pass 拿到的，笑死了。OK task， 然后 miracle 没办法哦，我们刚才做的好像是 level 5。Lost madness 在哪里啊？哎，我不是 tracking 的吗？他怎么告诉我在哪里？